大家晚上好啊。刚刚公演回来，感觉我的妆有点点花，但是无所谓。谢谢杨小溪草药开心版的52个应援棒。谢谢摄取灵魂的小妖怪的圣诞树，谢谢从南方路过。谢谢康康，谢谢三好大学的圣诞卡。哇，今天太困了，然后感觉公演在强行的打起精神来，所以就反而很嗨，你们懂那种感觉吗？然后今天插队公演好嗨呀。谢谢 Willen 零九突击考试的圣诞树，谢谢不吃小橘子。明天我要睡天觉，真的好困，最近都没有怎么睡好，好像我们这一周都没有公演，到12号才能见了。谢谢2021，好像是对12号才能见了。谢谢安碧不会倒，谢谢龟子娟，谢谢 KSW AKA 的圣诞卡，谢谢罗大爷爱六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就是谁的歌，焦麦琪。谢谢 Zero 王的圣诞树，谢谢 Cold Sky， 没人敲门。谢谢就等，谢谢绷带，你首先得要等，你首先得要能够进那个中心的大门。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不是找我，是救我。黑白艺术家我听了，就那个那个。谢谢鹅鹅，谢谢雪碧五子西瓜。谢谢路过人，谢谢桌等的，谢谢无锡西西西。没有晚安是一种仪式感，但是能不能睡着就不知道了。晚安就是希望晚上能够安宁嘛，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它不是说一定得要睡觉了。谢谢那爷的夜蝶，知道吗？谢谢终极鱿鱼，它是一个每天跟大家的一个仪式感。就是晚上可以跟大家道一句安，希望大家一切顺利的意思。谢谢勇敢修姑，谢谢小橙子。我睡不着你也不迟来找我。谢谢喜欢草草的 Tracy。 怎么变白啊？你就开一个那个美白，你看美白，白了，又黑了，又白了，又黑了，变白了呀。啊，太白了，好可怕。谢谢比比尼棒，还可以开个红润啊，红润好像效果不是很大。咦，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忘记按，忘记。谢谢云中绽放的草儿的圣诞树。
还可以开个瘦脸。我突然觉得自己脸好大。谢谢2021的夜蝶，对自己唱的不敢听，就很羞耻。感觉今天好肿哦，没睡好吗？我今天一直在流眼泪，感觉就是好肿，好水肿啊。谢谢我的蠢萌七吃弟弟的皇冠。感觉今天就没太精神，没有什么精神。谢谢 MM48 的圣诞树，然后今天带来的哭很有精神。对，这首歌叫做蜂鸟，是吴青峰的歌。好，播一会儿就去睡觉觉了。谢谢2234。谢谢2234，谢谢是欧欧欧欧的。应援棒。谢谢苏流果的圣诞树。我怎么登不上 B 站了？我不知道密码是什么了，纠结。等会儿用手机的灯吧，我现在灯不了。也成为你的光。登录。牌没到，谢谢黑色幸运草。对啊，那客服说要找我来着，怎么没有找我呀？我要不要再去问一问呢？谢谢天天 K 的夜蝶。我们总是以为能够自由依旧。嗯，那我明天再问吧，现在太晚了。对呀、啊。谢谢三好大学的圣诞树，谢谢勇敢修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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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中拍打的翅膀，谢谢吴西西的圣诞树。谢谢吴西西，谢谢波波虎，对，不是青鸟吧，蜂鸟。谢谢行吧的用爱发电。青鸟，谢谢浪漫单身狗儿。今天衣服哦，对，绿色的衣服哦。上次我不是穿了一个绿毛衣和绿裤子嘛，然后我知道了，这是我们今年，不是我们今年，是今年流行的颜色，叫做 BV 绿，你们知道吗？啊，这是绿色吗？这是蓝绿色。是蓝色吗？蓝色不是这个颜色吗？蓝色不是这个颜色吗？这不是蓝色吗？是偏绿吧？啊，蓝绿好吧。蓝色。蓝绿，深绿色吧，我觉得应该是。而我想要黑暗，没开滤镜啊，就是有颜色对比吗？我开个滤镜试试呢。
有没有滤镜啊？在哪看？在这儿。谢谢吴西西西。哎呦，谢谢遇见木的用爱发电。算了，关了关了。不小心滑出去了，怎么关掉啊？关了没有啊？哦，关了。只是终于慢慢灯光灿烂，灯火辉煌，而我想要黑暗一样来时的时光。这首歌叫做，我不敢读这个字，看看这字怎么读啊。泸沽湖。上次我读成了什么东西啊？正常呗，中心的网卡一下真的很正常，那过一会儿重进就好了。对啊，你退出去，这中心的网卡了，很正常，超级无敌正常。还是一卡一卡的。网络工程师好像也没修啊。对啊，中心太多人在直播了。成功科技平民，连房爆米光鲜亮丽 ，Ring like a bell。 不在啊，散粉不在啊，在。你们怎么眼神那么好啊？谢谢放空的 CC。这月蹦迪没我。谢谢走路草。对，因为不是十只海放映了吗，所以就想搞个绿色主题。谢谢六月的圣诞树。烦恼无影踪，丢宇宙泪后 Let me go Let me go， 让梦想全都不停靠泪后 Let me goLet me go。 这首歌叫做飞行模式。天气预报，我没看，因为我不是想要下一个那个无删减版吗？明天搞一个。下班到白头，哒哒哒哒哒哒，没人当歌手。歌手寂寞，即使不惑，全都摆车。Ring like a bong， Yes sir， 精疲力说。对，这首歌很快乐，就是很适合音乐节感觉。在抖音刷到了之后，被洗脑了。
叫飞行模式，没有出音源。我已经刷到了，是演唱会 live 版的。烦恼无影踪，丢宇宙。Let go, let me go, let me go。梦话光向前都不停。Go, let go, let me go。加入歌单。烦恼无影踪，丢宇宙。Let go, let me go, 别管白云或苍狗。嘿，单挑和向前都不停。Let go, let me go, 就飞走。无影踪，丢宇宙。Let go, let me go, 别管白云或苍狗。向前都不停 ，Go let go, let me go, 就飞走，在梦里走。啊，250天了，哦，不是2500天了，哇，好快哦！谢谢大家，还是2500天，时间好长。哎，下次直播唱这首歌吧，但好像没有伴奏，可以扒一个伴奏。谢谢微微一笑的豆奶，居然已经250天了吗？不是2500天了。谢谢云中绽放的草的圣诞卡，我太困了，然后现在思维非常的模糊，就是现在就像是熬了个大夜一样。要的就是黑 boy。你看世界用左眼还是右眼，你对是非的判断是否只有对错之选。我听说这个时代好像战术卡，是你只是赢得网。这世界上有两种人，聪明人跟笨蛋，我两者皆是，所以大脑常会混乱。看前者坐享其成，因为卡出电音了，那很适合唱 rap 呀。做的就是找到笨蛋在哪，比如军火走私贩卖，拿下武器全部成功。这网太差了，谢谢六月。这是中东，当杀戮发生，没法想象场面多么惊人。但这时他们又站出来，把它放进新闻。奇怪的是，在新闻里你不会看到不是花容 rap， 运气不测，杀气不测。你为你写的剧本，教会你如何去爱去恨。大门善恶是门，不分身份。自己选择自己要的人生，信仰就是你心里的指南针。这首歌有抒情版本，没有听过耶。我选这首歌的歌词啊，不用去猜也听过。是把现实扒的精光，让你看他的赤裸，看我们烟火在冰箱，一面是冷酷，一面是温暖的欺骗。何时会达到极限？说 God bless you， 会带你度过每个难关，要奋力保持往前，哪怕没切歌，就是网差。就是我以前玩滑板，然后歌单里面全是一些 rap 的歌，虽然会听，但是不会唱。谢谢心向天空的圣诞树。写的剧本，自己选择自己要的人生。你心里的指南针，指南针啊，指南针。
就只能说听歌都卡，没有办法。谢谢黑色幸运草，我不敢放歌了，真的不敢放歌了。对啊，我一切歌就会卡，我不敢放歌了，怎么办？谢谢喷火龙，就很烦，就一种听歌没有听爽的感觉，就会让人睡不着觉。谢谢苏米的圣诞树。下下来，那我总不能把所有歌全下下来吧？我这是随机歌单呢。感觉很烦躁。不放歌也卡，我现在没放歌了。啊，怎么回事啊？那别人为什么不卡呀？谢谢柠檬本萌的荧光棒。大家都卡吗？行。圣诞树，谢谢麻薯团子。大家都卡，那不是放歌的问题啊。谢谢有趣的灵魂来之不易，谢谢非典型白羊。训练大晚上的训练啊，谢谢摄取妖怪，摄取灵魂的小妖怪的圣诞树训练加油。我都已经把软件关了，怎么放歌？我刚刚把所有的 APP 全关了。谢谢弗雷格斯。我想想，明天后天我感觉我这段时间可能都不直播，因为好像这段时间没有公演也没有什么事，我应该不化妆。谢谢笨蛋，谢谢多次婉拒的52个荧光棒，12号见吧，大家，闭关了。中途如果有什么通告，再直播吧。对，谢谢黑色幸运草，谢谢绷带。谢谢蒿佩，谢谢康康。就最近人累心累，感觉就很累。谢谢肚子饿扁了啊的圣诞树，谢谢上官紫苏儿，谢谢吐司，谢谢勇敢修根不怕困难，谢谢 Jazz， 谢谢2234的圣诞树。几号去看睡眠科？不告诉你。谢谢是嗷嗷，反正就是某一天吧。谢谢润是男生喜欢憨柴的圣诞树。谢谢姐姐，我不想努力了。木叔的圣诞卡，谢谢木三岁。明天没工作，后天有录音。谢谢那爷那，谢谢滴滴学生卡，谢谢吐司，
对的，我明天要睡一天觉，但我感觉我就算是让我睡觉，我应该也就对，只能躺一天。是，不知道十二号跳什么 unit 嘞？谢谢 Zoli JJ 三四五的圣诞树，谢谢木木木，谢谢一努努凹。谢谢木木木，谢谢肚子饿扁了，我哪有熊啊？谢谢 smell 光，谢谢肚子饿扁了，谢谢安碧不会倒，谢谢小南口袋发的那个，那不是我的熊啊，那不是楼下的熊吗？不知道谁的，穿进去的那个，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要问阿姨去哪儿了，你要干嘛？谢谢杨小溪的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再问一下阿姨收哪儿去了。谢谢小熊汉堡子，谢谢朵拉迪斯卡，谢谢肚子饿瘪了。虽然我觉得应该用不上，主要是我特别喜欢熊，特别喜欢那种很大的软绵绵的东西，可以抱。对的，二哈我养不了啊，我妈不让我养，中心也不能养，卡了吗？果然，果然，就算不放歌也卡，不行，我一定要养个二哈，但是我觉得我养不了。谢谢乐乐，谢谢不要emo要快乐。对啊，中心怎么养狗啊？谢谢小葛有小关了，这宿舍怎么养？不好养吧，那种大狗，肯定要养家里啊。谢谢肚子饿瘪了，谢谢草草云云可可爱爱。对，没有音乐就感觉比较安静一点点。谢谢你所在的世界的圣诞卡，好不习惯啊。那平时我一个人在房间，我也是这样子的。谢谢雪碧无籽西瓜。所以有时候如果不开直播的话，我可能几天都不说话，然后某天开直播我都会话很多，话痨。谢谢雪碧无籽西瓜。对啊，我就会，我有时候觉得我口袋不出现，干嘛？可能刷抖音吧，可能在看番吧，可能在休息吧。这番那番吧，对啊，也没什么可说的，主要是。就不知道说什么。对啊。就是没有什么可分享的东西，我就不分享了，就不会有话说，也不是消失了什么的。谢谢小哥。对呀，就偶尔手机都不会去看它，就放那儿，然后干点别的事情。谢谢四七 noises 的圣诞树，
就点个外卖自己吃吃看看剧，每就一天过去了，其实没什么。是的。谢谢 Monkey 盆。谢谢小葛。谢谢小学男生的祈祷。谢谢你所未知的世界。对啊，没有音乐很不习惯吧。我今天早上就困了，我都困一天了，你问我困不困？但你要我睡，我是睡不着的。你们肯定有人不懂我的感觉，有些人还说要我听音乐睡觉。我知道我听音乐睡觉，我又不知道，我真的睡不着。我那种睡不着是什么感觉呢？你们经历过鬼压床吗？但是我不是鬼压床，我是就是全身很累，我就躺床上啊，不想动。然后手机也不想玩，然后也不想说话，也不想干嘛，就很累，就躺那儿，但就是睡不着，就是全身很不舒服，就想动来动去，辗转反侧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超难受，超级很不舒服。没有鬼压床，是临近于那个状态，就是鬼压床是你的身体很累嘛，但是精神还清醒着。我是精神清醒着，身体也很累，但是呢还能动。这不是听不听东西的问题，我已经很累了，我真不想听了，你让我再听我就吐了，累得要死，就是脑子里面东西太多了，你还让我听音乐，听这听那，我要吐了，又听清醒了都要，我就想要放松一下我的大脑。所以我觉得听音乐不适合我现在的状态，对啊，嗯，我真的就是全身很累，不想，真的是什么都不想想，不想动，但是呢，就是睡不着，嗯，很煎熬，真的很煎熬，就是滚来滚去，哪儿都睡不着，睡眠喷雾有啊。就放那儿的，没用。我还有力气看 ASMR， 我真没力气看，我手机都不想玩，真没力气看手机。你把它放旁边啊，不行了，太累了，但就睡不着。嗯，就有人说你别看手机，我哪里？我真没看手机。看手机的时候是我真的没在睡觉。对啊，没有啊，我没有去看。看过睡眠科，这感觉我就是全身很难受。谢谢三九味泰的圣诞树，我甚至不知道该不该看睡眠科，是不是该看一点什么？该看点什么来着？该去看医生？睡眠科可能没有用，对我来说，也许我感觉是不是不是睡眠的问题？我怀疑不会是什么。不会是生病了之类的吧，就很难受，真的很难受。我有时候都想把我自己的腿给抓穿，然后把自己的腿给就是把自己就是这样把打自己一顿，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不知道吧。我真的很想把自己的皮肤给抓穿，就是太难受了，晚上的时候。嗯。焦虑，我从小就焦虑的。我从小，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还会这样，就是从小学开始我就很焦虑，感觉就是心里很难受，就是会很难受，然后也不知道在焦虑什么，反正就是哎很焦虑，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就是从小学开始，我当时我一致的以为我是
后来我思考一下，是不是我小学的时候惹了什么东西中邪了，就一直感觉被笼罩着一个东西在拉扯着我，我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后来也不会乱想这些，就是只是当时只是在随便想啊，当然我也不信这东西。然后我甚至还想写一个小说来就是说明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懂这种感觉，不懂我。我想写一个就是假装自己是被诅咒了，中邪了，然后那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像被笼罩一层黑色对啊，真没必要，就不需要别人理解，反正自己这么多年也活下来了，无所谓。写日记什么的，而且有时候经常跟别人说这件事情，别人会觉得哎呀，我也就会觉得大家也不会理解你。你们懂这种感觉吗？谢谢田中豆一郎。他们会觉得啊，那我也睡不着，很正常。会觉得嗯，没事，你别想太多了。就说实话，我不太想得到这样的答案，但是我理解别人给我这样的答案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我理解他们的想法，我理解他们只是想要为我好。谢谢小南，我理解，所以我没有怪任何人，我没有怪任何身边的人，也没有怪任何人。但是就是真的，我无法。这没法跟人解释，精神科，我约然后看看心理老师嘛，去咨询，又卡了，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在那个门口站了好久都没有进去，因为我怕就是这个网太卡了，我感觉我说话你们听不见。出去玩累死个人，谢谢取昵称太难了。谢谢西瓜加芒果冰的圣诞树。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迪士尼，但是想去吗？因为我觉得我去了之后有点浪费时间，会觉得啊，现在你玩一天又累又不能休息，还不如在中心躺着。然后后来就是试着去接纳，试着去了一天，然后我心想啊，好浪费时间啊。我当时去的时候边去，其实我边想有点浪费时间，但是呢心想就当做是被骗了，然后过来放松一天吧，结果觉得还挺快乐的。应该确实是应该多出去玩。我以前就出去的最多的是去滑板，谢谢杨小溪。但真的就很焦虑，会觉得啊，浪费时间。虽然我在房间我也啥没干，可是总觉得出去玩会有负罪感，你们觉得吗？就很难受，玩完之后觉得啊，负罪感。不知道，谢谢黑色幸运草。然后我每次只要一长段时间没有通告，没有公演，我会觉得好难受啊，就觉得没有成就感，会
会超级无敌难受，会 emo 的。所以我虽然充实的生活会觉得很累，但是至少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对啊，一定要忙起来才会觉得自己活着有意义，不然我会觉得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在干嘛。上次我妈还在跟其他人吐槽说，就是她其他人说我们家说我很乖什么的，然后我妈还吐槽说就是觉得太乖了，感觉什么事情都不要她管，反而有点那个。因为我自从进团之后，真的就什么事都没有她管过，感觉也不会花家里的钱，然后就是家里需要什么我也会。他会觉得可能觉得没有帮上我的忙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成长这么多年，他已经帮我很多了。对啊，就是都已经选择要出来一个人，那就好好承受着。不管怎么样都好好承受着，你都已经过来了，不然你家里人会说要你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你不知道在家随便找个工作多稳安稳啊，你都已经选择过来了，你自己选的路，对不对？没办法。所以我从来都不会跟我妈说我心情不好，或者是这里的。我每次都是很快乐，谢谢行吧的皇冠。也没有很懂事，就是觉得我平时就已经这么沙拉吧唧的。不想被觉得是个巨婴，也不是这样，可能是我太看重别人的看法，但我觉得就是成年人的责任感吧。谢谢斯凯勒，谢谢是嗷嗷的圣诞树。但我平时已经表现得很像小朋友了，谢谢天天 K 的皇冠，买我自己喜欢的玩具，然后玩我自己喜欢的游戏，说我自己想说的话，已经很任性了。谢谢干酒达人，然后我自己来上海7年也很任性了，其实已经。谢谢萌萌哒，谢谢汤姆袋鼠。就人可以任性，但是也不能太过于任性。谢谢小熊汉堡子，谢谢云中绽放的草儿，谢谢电闪雷鸣，谢谢 SSS。我还挺在意别人的看法的，就是真蛮在意的，不管是我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一直很在意。可能是我自己的性格吧，我就是很没有安全感，很需要得到外界的肯定，然后一点点否定可能就容易击垮我，这样其实是一个缺陷对我来说。但是有时候很难改过来，其实我有时候就是强行。会告诉自己你要改过来，谢谢你，在想桃子，谢谢 Kili，就是不能够这样，但是蛮难的，就是一个天性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很难受啊，就觉得很难受啊，没办法，你说啊，你别难受了，你别作了，就是觉得还是觉得很难受，谢谢路之道，谢谢法盲的皇冠。
些西瓜加芒果冰的皇冠。其实不是特别想看大家安慰我，因为我感觉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想通，你知道吗？你们就算安慰了，你们会觉得啊，我安慰你那么多，结果你没有听进去。怎么说呢？虽然我很就是非常的感谢你们能够这么关心我，但是我就是怕你们这么觉得。谢谢苏流果，谢谢笨蛋，谢谢 CY 青。对啊，因为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想明白才行。谢谢柚子的皇冠，谢谢杨小溪。有时候你们说啊不气不气，你还得自己不气才行。你自己还是气的话，你可能只是忍住了罢了，还是憋着。谢谢小学男生的祈祷的圣诞树，谢大家今天大爷今天尖叫了吗？其实我发现真的很多事情没法让所有人都满意，而且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啊，这些人可能稍微满意了，哎，另一群人哎就不满意了，其实蛮难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说任何话都是错的。谢谢斯普林，但是像我这样的话痨，我不可能话不说吧？可能有些人蛮讨厌我这样的性格的，但是你要我忍住，我也忍不住。谢谢跑调小公主是我老婆，谢谢令。就很迷我这人很容易就是听别人说啊，你至少也要解释一下嘛，我这件事情吧，我就说那我解释吧，你至少也要那个什么一下吧，嗯，怎么样？那我好吧，那行吧，我真的很容易妥协的一个人，嗯，性格就是这样，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很怂，没有什么自己的坚定的立场，但是我就是这样子的人。谢谢 Kili 的圣诞树。谢谢新风。我也不知道怎么决定，不知道怎么确定善良这种东西，因为我也没救人，我也没干嘛。谢谢天天摆烂了的皇冠，所以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善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让我去救个人，我会不会真的会不会去救，应该按理来说我应该会去，但是我真的不确定，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善良，真的。温柔啊，其实我还真不太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啊，除非是就是感觉到其他人对我很温柔了，我就想要回应一下。不然我就是感觉不太想跟人扯上关系的一个人。谢谢如此不吃鱼的皇冠，我真的觉得很麻烦，跟人交流啊什么的扯上关系真的好麻烦。谢谢布鲁鲁的皇冠。就除非别人对我好，然后我就想要回应一下。谢谢扶正的皇冠，不然我真的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嗯，就跟人扯上关系之后很麻烦的。谢谢像雾像雨又像风 ZY 的皇冠，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你这个人感觉你自己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怎么都不关心别人一下。我就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跟自己玩，好像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但是其实又不会很贴近，就是不会很深入的交流的感觉。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都被我的好朋友啊，或者是被我认识的同学啊，他们这样说，甚至是在带批判的心的对我这么说，但是我没有在怪他们的意思，我觉得他们愿意这么说其实是因为相信我，就是想要为我好的意思。就觉得哇，你不能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要多看看周围的人。
谢谢2021的荧光棒。是我的好朋友啊。谢谢黑色幸运草。谢谢田中豆一郎。谢谢六月的皇冠。对，只能跟自己和解。我有段时间，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总是在口袋房间，谢谢好大一个晚安的圣诞树，或者是在朋友圈啊，在哪个地方发享受孤独，然后自己跟自己学会自己跟自己相处，享受孤独。那时候总发这句话，因为就觉得要喜欢自己，然后跟自己能够相处得很好，其实也挺难的。谢谢路不遥。谢谢 Kili 的皇冠。少看是少看，你跟人讲就是双刃剑，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看贴吧、豆瓣那种东西，双刃剑。然后呢，我如果不看微博，然后不看什么东西，我啥都不知道，就会有人怪我说啊，你这都不知道，你怎么对吧？哎，说我在装作不知道，其实我真不知道，所以还有时候还真的知道一点，而且有时候。很多东西你不澄清的话，你不澄清或者你不说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默认了，别人就会觉得你承认了。很多东西我觉得需要说，没办法。所以我不管做什么，其实都是有能够批判我的点的，就是我都能够说我哪里错哪里错了，就不论我说什么，对吧，都会有能够找茬的点。其实，所以我只能说。有时间的话，我能了解的东西，我就去稍微了解那么一下下，然后按我自己的想法来回应了。可能回应的不是很全面，可能会伤害到一部分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真不知道。我又不是故意想伤害人的，因为我自己，对吧，也是一个心脏也是肉长的，我也不想伤害别人，但是我也不希望我被伤害，对不对？反正就挺难的，真挺难的。而且我还也不知道社恐还是，反正就是我不太喜欢跟别人交流，有时候真的很害怕会让人生气，惹人生气，惹别人不高兴了什么的，真的有时候会莫名其妙有负罪感。就是性格缺陷吧，可能就是。谢谢令，这个很难改的，我觉得从小就是这种感觉，可能也跟家庭环境有关系吧。我也想成为就是那种就是啊、哎、我啥就是不管你怎么想的，反正我就这么想的。其实偶尔我也能这样，但是后来我每次就是怼完人之后，其实我心里很难受，心想啊，对方不会不高兴吧，对方不会觉得难受吧，我会这么想一下。我虽然觉得啊是他先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我还是会这么想一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先卖卖的圣诞卡蛮难的。在意啊，我很在意我自己的呀。对，被自己 PUA， 其实我还不太知道 PUA 啥意思，但是应该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对，我就太敏感了，确实敏感敏感敏感。谢谢请教小物理气语学习的圣诞卡。谢谢055的圣诞树。谢谢二姐，只要你自由的圣诞树。而且有时候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过的话我们自己都不记得了，甚至可能第二天或者是过到几年之后自己已经改变了这个想法，然后还会有人记得 你说的话。谢谢 Z 同学的皇冠，就会用自己说的话打自己脸。其实人都会成长的好吗，每个人的思绪都会变，而且根据问题，面对问题的不同，面对环境的不同，其实想法是不一样的。谢谢 Remix 的圣诞树，就没必要说非要把以前的言论搬出来打自己脸，这种东西没必要。人每个人的细胞每天都在新陈代谢呢，对不对？心态也会变的，而且有时候事情都不一样。对啊，其实有时候讲道理蛮难讲的，而道理谁都会讲，但是呢，人嘛，就是复杂的动物。都跟前辈学，那我也是前辈啊，你要多跟我学学。谢谢杨小溪。谢谢不是小田的权杖。就是学点好的，不要学坏的。就一味的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味的自我，然后去伤害了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种酷，我觉得这是一种没情商。所以我觉得就是适中，像我这样的一味的那啥也不行，对不对？大家适中，大家就是学点好的，不要什么都很极端。谢谢扶正，没必要很极端。对，参考别人的意见，就是有时候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那么浮躁，能够听懂别人的话，能够好好的听别人说话，其实蛮难的。谢谢 Z 罗王的圣诞卡，谢谢福正，谢谢柚子柚，谢谢初心者的圣诞书。但你说啊，你不要去管别人，我不可能不管的，我是人类。我肯定心态也是会爆炸的呀，我也是有时候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正好哎看到一些不好的言论，正好就破防了呢，对不对？那也没办法，有时候我心态可能好，心情好，我一看到啊无所谓，哎管他干嘛，我也是人类，我也会破防的，很正常呀。你不能总说啊你总是管，没办法，我总破防，那也没办法。我最近确实有点破防，我最近有点点破防。但是我破防的原因还是因为家里人的原因，因为我最近听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的话，我听那个歌词，我就觉得想到一些事情，然后有点破防，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事情，我就是事情都在一起了，你知道吗？然后就会有一点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其实我平时的话可能。我就真的不会去理了。谢谢行吧的皇冠，就很多的事情不是我愿意去理，然后去破防，我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谢谢像雾像雨又像风的圣诞树，谢谢小熊和包子。
对啊，合理这些事情真的才哪到哪儿呢，人生才是最艰难的。谢谢今天大爷尖叫了，谢谢 Z 同学，谢谢小爱小一爱吃 CY 糖，谢谢 SSS。谢谢穆小东的圣诞树。人生那些人才是才最可怕的。谢谢胖豆豆，人性的那些，这么说有点中二啊，人性的丑恶呵呵，真的蛮难的。合理这些吵吵闹闹，其实这么说来其实也不算什么，也没有伤害到性命的事情，对不对？只是看着有点破防罢了，看着有点在本来心情就不好的情况下看着心情更差了罢了，其实也还好。说到理也就是一个工作，对不对？其实也还好，但是人生经历的一些事情就是真的不能轻巧的说出来，什么啊别去想别去管，真的不能那么轻巧，没有那么简单。谢谢福正，谢谢萌萌哒咖喱，谢谢与你一起美的圣诞卡。对啊，也西瓜加芒果冰的圣诞树，写吐司，就可能老粉都有，可能有些老粉知道，就是我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跟以前比，心态完全还有就是整个人变化特别特别大，可能有些人能知道吧。谢谢蔡丁可的用爱发电，真的，我就从去年开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变化特别特别大。去年还没入坑吧，就是有些可能人就知道，就觉得啊，对吧，就觉得哎，就感觉这个人怎么这一年长大了，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我其实不想这样，我其实不想长大的，我其实就想一直跟以前一样。谢谢满心，谢谢人类，就反正觉得那首歌的歌词写的，如果我有那么好的文采，估计那歌词就是我写的了。啊，挺共鸣的。当时觉得哇哦，这不就是写的我吗？没有没有没有，写卡瓦瑞。下次有机会给大家唱吧。谢谢树懒，谢谢马小。反正前几年听的一首歌。谢谢康康，但是我的理解仅仅是我的理解，跟那个原歌词写词的人和原歌手可能理解完全不一样啊，但是每个人看每一首歌的理解都不一样，我愿意以这种理解的方式去理解。谢谢日常空空，我愿意带入我自己，这样我就很喜欢那首歌。对不对，我的意思懂吧，就是不是说非要这么理解。谢谢小学男生的祈祷的用爱发电，我也不知道他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写词的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就好像是那个恶人是我那首歌是雨梨写的嘛，我自己带入了我自己的一些东西，但是他自己写的时候跟我的经历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会觉得哇，肉哥怎么那么共鸣。然后后来我还去跟他聊天，说你这歌是以什么样的创作背景下写的，就不一样。对，就是怎么说呢，就自己会把一些歌自己带入，这也是音乐的魅力。对对对对对对，人生嘛，修行。对，修行，人生确实是一种修行。对的，
谢谢与你一起美，谢谢柴柴麦旋风，谢谢原野的圣诞树。谢曲尼城电影也一样啊，想看电影了，好久没看电影了，最近有什么看好看的电影吗？谢谢念瑞少年的圣诞树。没有啊，没有吗？蜘蛛侠不看。哎，什么局，谢谢 KRYSTARCHEK 的圣诞树。扬名立万看过了嘞，哦，古董局中局，可以可以。扬名立万我早看过了，门锁没看过，长津湖看过了嘞。我看那个古董局中局，我决定了看那个。对，哦，误杀二还没上呢。谢谢海盐冰美式。哦，还有反贪风暴二，啊，不是二几来着，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也出了新的。谢谢柴大气猪。哦，鼻涕流出来了。降智嘛，但我看了抖音的解说，门锁看了抖音的一些解说了。擦擦，没有纸。谢谢小蝎子，小双鱼是绝配。是吗？那几分钟好看，后面都不好看吗？擦个鼻涕。我看的是精华呀，黑客帝国，好吧，那我还是看那个什么古董局中局吧。谢谢垃圾猫咪的圣诞树。好，明天有时间去看一下吧。放不了歌，我不放卡死了，我都关掉了，把网易云关掉了。嗯，谢谢 KRYSTACHEK。 哎，没网易云了，我就说了一堆话，然后大家就随便听听吧，当成是垃圾话听吧，不怕影响到别人的大家的心情，可能我就随便说，我不知道说什么。谢谢小蝎子，小双鱼是绝配，对，就当是垃圾话交流可以吗？就随便说说，也没什么想说的，就是发现谢谢不知的用爱发电，就发现很多事情真的你不发生吧也不好，你发生了吧怎么都是错的。就是会有人说啊，你要发个声，然后发完之后哎马上就对吧，就很莫名其妙。谢谢你所未知的世界。对啊，失忆了，树洞啊，你们是，也行吧。谢谢小蝎子，小双鱼是绝配的圣诞树。谢谢鹅鹅，看日出，看日落。抖音啊，我每次刷抖音都看艾特都看完了。谢谢一条大咸鱼，谢谢行吧，草草是朵娇花的皇冠。我看啊，但是我不会全看了，我偶尔会点进去看一下，可能有些会错过。
也没有那么看了，因为有点多。谢谢云中绽放的草。对的 ，relax。但是我发现你们的艾特都很好笑，所以我还是看的一般。因为有时候刷的东西全是什么带货啊什么的，很无聊。relax， 对，我买太多东西了，然后我的抖音全是些带货的东西，都没有好笑的东西了。没扣指甲，我在扣我这个就是耳夹，我这样玩儿。我喜欢手里捏个东西玩儿，我直播的时候，什么捏这个串串啊什么的，就反正就是乱捏。就感觉手痒。核桃，买个核桃，核桃太硬了，不想搞。就这个吧，盘核桃，不抠手就行。嗯，我抠手需要看的，我都没看我怎么抠手啊，我肯定要看啊，慢慢精细的抠。草球要健康生长，就不盘了。抠手肯定要讲究啊。谢谢小蝎子，小双鱼是绝配的圣诞树。我天哪，我今天播了几个小时了，是不是有点点压抑？一个半小时，心情容易差，也没有很差。卡了。看音乐软件，果然不能打开，啾咪，啾咪呀，啾咪。放不了歌，啊！你看我一关就好了。哎，人嘛，生活嘛，太难了。放个歌都不行，好吧，我溜了，快要一点钟了，你快睡觉吧。明天是星期几啊？明天是星期日啊，你们可以睡懒觉，可能有些人可以睡。刚，谢谢小学男生的祈祷祷。谢谢不知，谢谢行吧，草草是朵娇花，谢谢遇见木，谢谢脆丁壳，谢谢六月，谢谢234，谢谢 Kili， 谢谢云中绽放的草儿，谢谢天天 K， 谢谢西瓜加芒果冰快乐版，谢谢 Z 同学，谢谢向雾向雨又向风，谢谢无锡嘻嘻嘻，谢谢福正，谢谢我的春梦及时弟弟，谢谢 no， 谢谢天天摆烂啦，谢谢布鲁布鲁布鲁鲁，谢谢如此不吃鱼。对的，你们也睡一个好觉，然后希望没有影响到你们的美好的夜晚。不，下次过来唱歌或者是搞别的吧。对，不能因为累搞那么压抑，是吧？晚安，晚安，晚安。
晚安好梦，拜拜，谢谢大家过来看我的直播。晚安晚安。